这棵小野生的，知道吧？因为它是野生的，对，它是就是乡下才是我们优秀的，对对对，有时间我们一块去采啊，有时间带我们一块去采，记得叫我，等一会鞋子，等一会我再给他，再给他，因为这几个阿姨等到现在了，弄得我不好意思，知道吧？好吧，哥姐们想不想要？我们问一下，想不想要？想要的打个响，给让你们看看这纯野生的羊乳菌。这个特别香的，而且营养价值也很。真的，闻着就特别的香，这是真的，真的闻着就特别的香。香味独特，特别香。这个可以说是菌子中的天花板。对，我说毫不夸张的说，就是在菌子当中，它就是天花板，就是天花板。是的，这么多人都想要。对你们那阿米啊，咱们跟阿姨聊聊，看看什么价格，好不好？要是吧，叔叔阿姨们，你坐吧，小妹妹坐吧。好，好，哥姐们稍微等一会，不要着急啊。确实，这个菌子太没毛病了，特别的香。这个炖汤的时候放的这个，太没毛病了，对不对？炖鸡可以的，炖鸡啊，炖排骨，炖汤都是特别的香，而且。养价值也特别的高，对的对的，羊肚菌，对，菌子中的天花板，想吃是吧？这个，你们可以先了解一下，这个就是菌子中的天花板，它的就是很多菌子当中的就是那个含的营养成分，它都有，对，知道吧？很多都有，特别适合小孩，特别适合老人，老人小孩什么人群都，还有就是最适合的就是夏天吃。对，还有最重要最重要的是，这是今年的新货。对，新货，新采的，龙尾伯伯新采下来的，而且晒的也特别的干。阿姨，你这个是晒了多久？采了多久？不一样。哎，我说给你听，今年菌子是相当难捡，捡不走。今年的菌子难捡。哦。相当难捡是吧？嗯。我的个妈呀！捡不走，你这一说，说的我都有点害怕，我在想着价格是不是有点高。嗯，我常吃，对，常吃这个对我们的肠啊，还有什么都挺好的。这种拿的，润肠的，润肠。你拿来泡哈，你小拿那个小口口这种装点那个。炖鸡可以，嗯，还有装那个毛毛肉，新鲜肉那种毛毛。哦，就是把这个抓点肉放里面，拿来蒸吃的，蒸着吃，嗯，相当有营养。哥姐，嗯，阿姨说的是把这个，这不有个洞洞吗？把肉装里面。然后蒸着吃，特别好吃。还有给它切碎，蒸鸡蛋，就是搞炖蛋，特别的好。这个也可以磨成粉，然后冲粉喝的。对，可以冲粉喝。嗯，就很多人他们早晨的时候，直接把这个磨成粉，直接冲粉喝，就像和比方说喝石斛啊，或者和其他的搭配，直接当营养早餐了。这个对肠胃很好的。对对对，这个啥都好。嗯，特别的香，就是有点贵。我常用来炖鸡，对这个炖鸡、炖肉、炖汤都是。先问一下阿姨什么价格？阿姨，你这个怎么卖的？1400一斤。1400。嗯。就太难捡了，今年的价你捡不着，捡不到了。其实说实话，捡价的是你要今天去了，今天做几多，明天去了，你有捡几多？你说一天捡几斤的话，你根本捡不着。确实。根本捡不到，就是几一天只能捡几多，有时候是吧？接不走噻，这个确实对太贵了，叔叔阿姨，我帮你们看一下，今天这个日宣没到，你瞧。还有哥姐们，这个东西首先阿姨，我想说一句什么呢？这个东西确实是野生的，因为我一眼我看都，你看，咱们不是野生的，是那个又黑又长，我这个是又圆，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的？因为大小，你看，没有人去干预它。如果大盆里面的，那肯定都特别的漂亮，特别的长。这个不错，小就小豆子都一样的。我看啥时候捡，大小都是不一样的，太贵了。我看得捡着，阿姨都说太贵了。我再溜走就别做别人捡的。确实，你少一点给我们吧。便宜点。便宜点。1000嘛。1000啊。嗯。那我给你一个价格，绝对没有坑你的一个价格。我也知道现在价格今年的菌子价格特别的贵，特别的贵，我知道900。捡都捡不着。捡。你给我这个价嘛，你看嘛。捡都捡不到。嗯。900已经可以了，阿姨。哎呀，你再教我一点。嗯。真的加不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就是800收的。对，昨天800收的。你昨天你说收的这种跟人哎他们比吗？我这个，阿姨，不是，我这个我必须要说一句哈，
我不能说你这个东西确实没毛病，但是跟昨天的货是一样的。对，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你不要说哦，你的货好，你们这，你看昨天卖锅那个阿姨，估计你们都是认识的，你们有可能都是在一个山头上捡的，那怎么可能不一样？都是一样的东西。昨天我是800收的，对，昨天800，今天我可以给你900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价格涨了一点，四十，800已经收到了，四十确实涨了一点。嗯，你再教我点，加不了，真的是加不了，真加不了900，你看行吗？你看行不？嗯。相当难捡的这个价，今年捡捡出他妈这个确实难捡。你最近卖的一次是多少钱？我最近卖那个，嗯，我950一分钱我怎么值不少？950，那你现在你打电话问人家还要不要？我自己肯定要嘛。肯定要的，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说，我这边的价格，我天天说的也三货，价格我非常的清楚，价格我非常的清楚。是你们来，我说是干嘛背的来跟你们。要不然我早就对，确实是好货，但是太贵了。哎呦，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这个东西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一眼看就知道它是野生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的个头，你看每个长得都不一样，每一个长得都不一样。你可以收到过之后，你们可以看每一个长得都不一样，真的，这个就是菌子中的天花板。对，你看这还有这么小，哎呀，这跟外面的我也不说800。我给你900，九百嘛，900已经可以了。因为价格确实涨了，跟哥姐们，800不是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，我要跟直播间的所有哥姐、叔叔、阿姨说一下，昨天我们800收的，后来那个阿姨来找我，让我把货退给她，我说我收已经收了，我卖已经卖掉了，我怎么可能再退给你？她说，就我们刚刚收货之后，她我刚下播没多大会就来找我了。让我给他加100块钱一斤，我要骗大家，我是这个，我说那不行呀，我下一次价格我给你好一点，没办法，就跟我吵的跟啥似的。所以说我知道价格确实是涨了，900、800是，就是你们还想昨天那个价是不可能的。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能够理解我，就是不行的话，这个货咱就不收了，也没事，也没关系，能理解小苗的，咱们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理解，好不好？所有打太贵了的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你们可以到某宝上面去买便宜的，买那种就是乌黑的，买那种每一个长得都一样的，每一个长得都一样的。你看看，我说实话，那种菌子你吃营养根本就不够的，你吃那种10颗不如吃这个1颗，能懂吗？为什么野生的贵？为什么人工的便宜？就原因就在这里，很多人拿着那个人工的当野生的忽悠大家在卖，而我们，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检测，如果不是野的，假一赔十，毫不夸张的说，因为我对这个东西还是稍微有点了解的。阿姨，我再翻一下价，我看900，如果能谈得下来，咱就收；如果谈不下来，就不收了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好吧。那算了，那我就只会900块卖给你们了。你要我哥子这样子收的，要下子了你给我赔着回馈。哇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下这么大的雨。下大雨了，你们那边下得大，我赔着回馈的账，要不然我还是就收货都就淋湿了是吧？嗯。我跟你说，阿姨，你也不要觉得我在卡你，我昨天真的是800收的，我要骗你我都是小狗。今天我给你900是因为行情的问题，价格确实涨了。你说是对，一天一个价、是的嘛，一天是一个价呢，不是？这一天一个价，这确实是这样的。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哥姐、叔叔阿姨们能够理解小苗，就是价格有涨有跌也是正常的。反正价格涨了，必须得涨一点；价格跌了，必须得跌一点，这是必然的。能理解的，我也希望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能打上两个字理解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特别是今年的菌子特别的稀有，今年的菌子特别的难收。真的特别的难受，好不好？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。我还有几样东西呢，你们念我收的。嗯，可以，我全部给你收了，就900给我，行不行？好嘛。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嫌贵的你可以不买，没关系的。阿姨已经愿意卖了，900一斤，900一斤。然后想要的在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上车，好不好？我统计一下看有多少人想要，我们。还是怎么收呢？就是还是一样，一斤的话是500克，我们50克50克的给大家上，可以吗，哥姐们？50克50克50克的上，一单
五十克就是，五十克就是九十加八块钱的，加八块钱，这八块钱里面包含了五块钱的包装还有运费，我跟阿米一单挣大家三块钱，大家觉得可以的话，咱们打上两个就可以，我们一单只挣大家三块钱。我说了，就是我们收多少钱，我就多少钱卖给大家，我们只赚我们该赚的那一点。这个菌子晒得特别的干，就是你们收到过之后就知道了，特别的特别的干，五十克也有很多。五十克我跟你们说一下有多少啊，五十克够你们大概吃个三四顿，五顿左右吧。因为我天天收，我知道这么多是五十克，其实还是很多。我跟你说，十斤鲜的才能晒，我是十斤还是十二斤，十斤不止，十二斤吧，十斤到十二斤才能晒出一斤干的，这么多就是五十克，还是很多的，知道吧。你们每次需要放个两三颗就可以了，两三颗就九十八块钱。你们人多的话放个四五颗嘛，或者对人多的话放个两三颗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大山里面的纯天然的，对不是那种外面大棚里面种植的，对那种你们吃十颗不如吃这个纯天然的一颗。怎么做我们确实晒得很干，是的，晒得特别干，就那点那个这个确实很难采，我去采过，我找了三个小时半，一个都没有找到，太难找了。这个我们全职都是买出来，我们在家说我们赚一点，确实怎么吃，就是你们吃的时候，拿个四五颗泡水泡个十几分钟吧，然后炖鸡炖排骨炒跟肉一起，就是剁碎然后跟肉一起炒着吃也可以。是的，然后你们拿到之后清洗一下，然后晒干打成粉，早上喝也是可以 的，对我们的肠很好。羊肚菌就是菌子中的天花板，就是在菌子当中，这个东西说实话啊，除了贵其他的没有任何的毛病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想要的，咱们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上车，好不好？九十八块钱五十克。阿姨，因为很多人都在等着，我等一会再给你称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一起给你称了。那你吃多少钱吃的？现金，放心，一毛钱都不会少你的，一毛钱都不会少你的，好吧？那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我们现在直接就给大家上了啊！数量有限，能抢得到就有，抢不到直接就没有哈、啊。因为这个是野生的，野生的这个数量真的是非常的少，你们所见即所得。五。四三二一，已经上了，上了有三七粉，我刚看了有一下有三七粉，已经上了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对，怎么买点下方那个链接，点购买就可以了，对，炖汤也可以，人家才180斤，来180斤的，来，其实我完全可以当做没看到你打的字，你看看跟我们这个是不是一样的，是不是一样的？我们这个是干的。哥姐叔叔阿姨们截个图来，一起截个图，我晒得多干呢，这个是山上的东西，能懂吗？哥姐叔叔阿姨们看不到链接吗？我们都反映看不到链接，看得到链接吗？看得到不？大家可以截个图，每一个长得都不一样，知道吧？我给你们看一下网上的，来，我现在现场给你们从网搜一下网上的那个羊肚菌长啥样。大棚里的。大棚里长的，你看我们这个，每个都长得不一样，有大的也有小的。大棚里面的长得是这个样子的，对吧？你看我们的，是不是不一样？它长得又长又尖，我们的是圆的。圆圆的，我们这个是给你们看。赶快去拍，赶快去抢，抢得到就有，抢不到就没有，好吧？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数量有限，九十八够你们吃。大概我建议大家，这个本来这个说实话哈，菌子就是这个菌子，说实话就是有钱人吃的，实话实说就是有钱人吃的。我为什么把规格给它改成五十克，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尝一下，咱们尝一下，不能说天天吃吧。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这个口感到底是如何的嘛，你们可以买回去尝一下，对，就是炖汤的时候可以放点这个羊肚菌，对，大家赶快去抢啊，五十克就这么多，对，这么多就是五十克，这么多是五十克啊，哥姐叔阿姨们，大家赶快去抢，数量有限。
五十克太少了，那你可以拍两单嘛，拍两单，这个我也建议大家，其实还是挺建议大家多拍两单的。对，价格涨了，有涨有跌，这个是很正常。明天说实话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说, 说不定明天还要涨。嗯、对，确实是那么。再涨你不能再找我给你补钱，补不了了啊！咱们丑话说说到前头啊，就是对对对对对，这样的嘛，最好对，需要泡泡个十五分钟嘛，十五分钟泡个十五分钟就可以了，对的。对，颜色淡黄的确是野生的，懂的懂的都知道这是好东西，懂的人自然都知道。谢谢谢谢大家，大家赶快抢。还有最后的六单，就剩最后六单了，抢得到就有，抢不到就没有了哈。还有最后的六单。对，煮汤喝最好了，煮汤喝也可以的。等一口子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姐说一遍，谁你在网上买这个羊肚菌，谁敢保证你是野生的？没有人，只有我。我说我敢包你是野的，包你是野的，我就敢这么的自信的说，因为这个货太少了。本来就是特，哎呦，我们背的啥鸽子没壳，没事，这个你们说到也还都是要泡的，没事的啊，就拿出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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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的，都这个问题不大。冷水泡，不用用热水泡。我长期用羊肚菌炖瘦肉给小孩吃，对，给这个小孩吃也是营养很好的。对的对的，而且它特别的香，一定是野的，你们放心。放心放心，绝对的。都是花痴的，像我。泡的水小孩都喜欢吃，泡的水你们就到了吗？他们有的舍不得，直接把那个泡的水。也是，我们也是。确实。泡的水还留着。买点钱吗？啊，这个确实很珍贵。这个本来就特别珍贵的东西啊，就是一般说实话，就是有钱人才吃得起。嗯。这真的，我为什么不做两百五十克或者做一斤装呢？因为一下子都被别人买了。就是纯他，他们有的还是吃饭，就沾一点个头。就是挑食嘛，挑食。哦，你说小孩挑食，小孩挑食就吃这个，给他吃点这个。那小拿来沾也好，煮汤也好，煮汤太香了。小孩一吃，然后就还能那个，就不厌食了，是吧？就不挑食了。咱们家里有小孩的。更要买一点啊，给小孩吃，他吃过了就是夏，特别是夏天不想吃饭的，就做点弄点这个给他吃，非常的好啊。对，开胃，胃口不怎么好的，然后小孩挑食的也可以，怎么炒？我的妈，这个炒这个太奢侈了吧？对对对，不错，那煮汤，那煮汤，炖汤是最好的。那煲汤，还有那小陈的那个。谢谢你还有最后的三单，哥姐叔叔阿姨们赶快去抢，就剩最后三单了啊。你们在外面是买不到我手上这种山上的真正的这个野的羊肚菌。拿到的食物要一样，你们放心。放心，大家可以截个图。你们可以截个图，叔叔阿姨们。可以截个图。长地上，这个确实是地上采的啊，确实是地上采的。北京大概3到5天。只能炖，可以炒，只是我这个炒着吃太奢侈了。你炒一盘，你太贵了。说实话，那个太贵了。你看这50克差不多能炒个两盘，对，能炒个两盘，多放点辣椒也是可以的。对，或者煮汤啊，煮排骨，还有煮汁，还有炖汤，还有炖那个猪脚。炖猪脚，炖汤是最好。炖猪脚。还有最后的两单，哥姐苏大姨们，最后两单。拍完收工。还有最后一单了，就剩最后一单了。只有一单了，叔叔。最后一单了啊！你们抢不到。这个是菌子中的天花板啊！对。其实我是建议哈，大家都去买一单，去尝一下这个口感，你就知道。明天一是比这个价格还高。哦，明天涨价。有可能。你们那涨价我就不收了，我涨价呢确实就不收了嘛。真的，今天是想当君子，想当那君的。对，干的就炖汤嘛。确实，确实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宁波能发吗？只要能拍就能发，只要能拍就能发。还有最后一单哈，最后一单，最后只剩最后一单了，大家赶快。还有拍过的赶快去付款，不付款等一下我要提一下库存，不然的话很多人想拍，很多人想要，然后结果发现拍不了，要洗吗？你们洗一下嘛。一次放几个，一次放个三个就行了，因为这是大山里面的，它炖出来的味道特别的香，而且特别浓，对特别好喝。用啥水泡发，用冷水就可以了。冷水就行了。对，如果讲究一点的啊，最好用矿泉水或者山泉水。对，都是。这是讲究一点的，因为这个东西本来是晒得非常的干，它会把这个水吸到里面，吸到里面就是自己吃到嘴里了嘛。
勾点温点的水，搞温开水，温水是吧？温开也可以，用温开水是最好，温开水是最好。对，是的，没了，已经没有了啊，哥姐们，已经没了。我拍了两单加急，好的好的，已经没有了哈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这个本来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。最后一单我拍了，好的好的。谢谢，已经没有了哦，已经没有了，没抢到的就不好意思了啊。有没有野生蘑菇？有小香菇，小香菇有的。接下来反正我在想给大家弄个菌子包，菌子包，嗯，搞个菌包可能会更好。嗯，非常好啊，真的，我拍了五单已付款。这个说实话，咱们拍到抢到的，我只能说，对，恭喜你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阿姨刚刚也说了，其实说实在的哈，我为什么？你看我昨天收的800，今天我主动给她900，因为我知道，低了人家不可能卖的，低了人家转头可能就走了。我问了一圈收这个山货的，这个他们都是900收的，什么东西它都是有个行情，涨了就是涨了。跌了就是跌了，我不可能啊、哦！我想着800块钱，我那是的，我想更低的价格收过来卖给你们，你们也开心，我也开心。但是呢，阿姨他们辛辛苦苦采的，他们不开心呀，对不对，哥姐们？所以说，涨价就是涨价，跌价就是跌价，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，好不好？能理解小苗的，咱们打他两个字理解，真的太难了，真的是太难了。我也很，昨天可能88。想买没舍得买的，一发现今天涨了，有可能明天涨了108，可能涨了128，都是有可能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如果涨价，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这个纯野生的羊肚菌本来就在市面上非常的紧俏，非常的少。这个东西你别说你们买了，你就是见你都没有见过。来，我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你们，来，我给你们摄像头，我给你们调转过来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羊肚菌？圆圆的这个，你们看一下。没有见过的，咱们打个没有；见过的，咱们有见过的，咱们打个有。我给你看，你们见的是什么样的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你们见的都是这种。29.850克，像这种说你们可以到网上去买一个，没事，我这么跟你说，就这种菌子，我们一颗顶它10颗的营养，相不相信？这就是大盆里的，知道吧？我这么跟你说，这个价格你想想你就知道了，能懂吗？它不是一样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它是出不了山的，你们别说买了，你就是见你都没见过。对，没见过，那这种是大山里面的，吃了两年了是吧？吃了两年了，人工种植的吗？不一样，还会打农药啊什么的，然后长的时间也不长，然后就一下子收了，对不对？目前有几个有一些没有付款的哥姐们，你们说踢不踢？要踢的在公屏上面给我打个踢，我直接把这些没付款的给踢了，然后直接大家再去拍一下。其实我有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不好意思啊，他们有时候还在犹豫我要不要拍的时候，就你直接踢了吧，会觉得挺不好意思。你要不踢的话，就很多人想买不到。你看着很多人都没买到，你看，确实这个是要好吧？那我就踢一下库存，好吧？咱们没付款的，赶快就付一下。满满的这么多，已经踢了，已经踢了，大家赶快去拍吧。包你山上的，包你山上的。对，因为这个东西我在直播间，我可以大胆的说是野的。你看，长得多丑。每一个是我们颜色是发，你看是浅浅的，那种特别黑的，那是大棚里面种植的。已经有了，赶快去抢，赶快抢！这一次再踢完库存，就不要再让我踢了，因为没了。就是再踢也就踢不出来了，好吧？就在最后一次，咱们这个品就过了，好吧？阿米教一下他们怎么吃。哦，好，怎么吃？你们都不知道怎么吃是吧？50克满满的这么多，够你们吃好几顿了。你们吃的时候只需要，哎，怎么？只需要拿个3颗或者4颗，然后提前泡水，泡个十几分钟，然后炖汤、炖排骨呀，然后炖鸡都是可以的。又抢了一单，这个我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单。对，就是、可以多买几单。还有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啊，因为这一单我和阿米，我们一单只挣大家3块钱，因为我们是900一斤收来的，然后900一斤收来的。我们50克就是90块钱，一单加8块钱，8块钱里面包含了5块钱的包装还有运费，我另外3块钱是我跟阿米赚的，
这三块钱。所以说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千万不要觉得哦，我就是为了支持阿米我多买几单，不要，这个是一个比较贵的东西，比较珍贵的东西，不要因为支持我就多买，因为我多赚的三块钱和少赚的三块钱关系不太大，你留着这个机会给别人拍，但是家里条件好的可以多买几单，没问题，根据自己的能力来。咱就你就说我家里情况一般，我们买个一单尝一下行不行？ OK， 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如果你收到觉得不行不好吃，联系小苗给你退，都是没问题的，好不好？咱们量力而行，我不希望就是咱大家没必要，真的没必要的啊。谢谢大家。直播间一样不一样的，你们可以截个图。嗯，还有最后的两单，还有两单拍完我们就上其他的了，叔叔阿姨们。拍完这次绝对包子粉可以的，放冰箱才六月份放的，可以吃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羊肚菌，羊肚菌菌子中的天花板，营养价值特别高的。你们平时就是肠胃不怎么好的，你们可以吃点这个羊肚菌，它是润肠通便的。而且它的味道真的特别的香，炖汤什么都一样，特别鲜美，尝一试下要还有最后一单了，就剩最后一单了，拍完就过了啊，拍完这个品就过了。对，拿高点要截图，可以的，你们截图吧。放心，现在没有我们吃。对，放心，你们放心。对，消化不好不愿意吃饭的，你们就小孩挑食呀，然后就是拿这个羊肚菌给他炖肉嘛，炖肉吃或者炖汤都是可以的。还有最后一单，谁拍要的就拿去吧，拿去就然后就咱们这个品过了，装起来吧，没了。好，没有了哦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哥姐是阿姨们。好的。还有什么好东西啊？那等下一次我称那个。可以的。等一下，我一起给你称，一起给你称。这个找个东西看一下。还有。先放不能多放吗？可以多放的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这个羊肚菌有点贵，所以呢放个两三颗就可以了。我想拍小米拍不了。包子粉，包子粉，嗯，哇，这个包子粉，哇塞，这个阿姨的包子粉不错哎。有勺子吗？已经没有了啊，这个品就咱们就过了哈，就没有了啊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看有没有啥的。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大家一起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啊！谢谢。哇塞！哇塞！这个看着就好。看着就不错。看着就好。大家知道这是啥的不？对，你们认识这个东西吗？灵芝包子粉。对，灵芝包子粉。我共下了三单，这个我还是那句话，根据自己的家里情况条件来。咱如果家里条件好，多买点没问题的。这个东西至少它是山里的东西，你们吃的是健康的，知道吧？家里条件好可以多买点。啊，你弄点水。条件一般就。这个是开了，加点矿泉水。对，不认识，你们不认识吗？这个不是红糖商，这个是灵芝包子粉，对老年人很好的。来，谢谢。这个我妈妈也在喝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年纪大了的真的可以喝，把这个喝起来了，好，可以了。再来点，再来点热的。对，来点，加点热的。好了，灵芝，对，包子粉，包子粉，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说实话我特别的喜欢喝这个，对，它巨香巨香的，我特别的喜欢喝，特别的香。都是山上的啊。如何弄碎？你说那个羊肚菌是吧，直接只你收到用手一捏都碎了。谢谢，给你喝吧，来，你喝嘛，你喝嘛，好，那我就喝了。哥姐们，就是你们可以收到过之后，咱们有没有买过咱们家的包子粉的？有没有？有的大家打个有，买过的打个有。我看有多少人是买过我们这个东西的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买过。就是你喝到嘴里，我每一次喝的时候，我都有点舍不得往下咽，知道为什么？
太香了，对，巨香巨香的。所有买过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公屏上面打上，嗯，就是你们觉得好不好？觉得好的话，咱们打个好，或者打上好喝也行。觉得好喝的，咱们打个好喝。这个就是山上的，对，就是山上的、啊。这两个字不能说，这个就是阿姨他们上山，然后那个灵芝上面撒、扫下来的那个粉。包子粉真的好喝，这种相当难整的，相当相当难整，难整是吧？嗯，我确实特别的要上菜整这种，整这种嘛，嗯，你们看嘛，整绝对好喝，一盘整个一百多才给整这种，都说哦，就是从灵芝上面扫下来的吗？扫的小菜，这是哦，用那个刷子往下扫，嗯。确实难找，风一吹就跑了，所以呢，还有你整的时候还有。没得风的时候，哦，没风的时候才可以，嗯，才可以去弄、嗯、是吧？是的嘛，嗯，确实，确实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。这种喝的是糖尿病的可以喝，嗯、就是你们心还有肝不怎么好的更要喝，心肝不好啊，还可以降的，对的，降血什么什么压、嗯。是的，然后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想不想要？想要的咱们打个响，我来跟阿姨聊一下。看看，让阿米跟他聊，阿米你跟阿姨聊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价格、这个、能不能谈得下来。这个叔叔阿姨们，这个也有真的也有假的，你们在外面买得到的，我相信都是你们都买假的了。80%对，80%都是假的。80%都假的，假的喝了没用。对，你们喝多长时间都没用。我这么跟你说，就是我们像他们这边都很多过来收山货了，收过来过之后。把这个包子粉里面加点其他的东西，就是给你加的东西，你喝着人也没事，就是没营养。对，加那个东西没有任何营养。你掺假嘛，5斤，这个1斤到他们手里就会变成5斤，所以说这个包子粉水特别的深。你们在网上就其他地方卖是他们买的几十块钱一斤，几十块钱一斤的都有，知道吧？20-30块钱的，太这个水太深。像这种叫的嘛，我们哪个敢弄的？这个喝着是巨香的，味道特别的香。给他们看好嘛，你看着我吃给他们瞧，这种相当香。阿姨要吃给你们看看。对。好了，行。香啊，香的香。香。特别的香。你到脖子这点就润润了。对，到脖子这里就润了。看一下。嗯。特别的细腻啊，你看到没有，叔叔阿姨们，很细腻。那行，跟阿姨聊聊。还可以画眉了。我前面买了2桶了，是的，这个可以你们多买几单，放在家里面，放冰箱里面冷藏，然后可以慢慢慢慢的喝。嗯，你们故事好，很感人，谢谢啊、哦。谢谢谢谢大家。你看特别的细腻，而且有一股浓浓的巨香的味道。那个阿姨，你这个包子粉一斤是怎么卖的？300。320一斤吗？嗯。这个太有点贵了。那个惹得我们。相当难整呢，33。嗯，这个确实难整，你这个320的话太贵了，你给我个行情价嘛，是吧？哎呦，我给你300嘛。300，张宝阿姨，我跟你说，我多的也不说了，我们是180收的。哎呦，相当的，哎呦，有时候去捡的时候，你上去的时候不下雨。嗯，你下来的时候又下雨，火了，天的脚盖脚都光的，哎呦，确实脚都确实受伤了。对，180收的，我们的甜粉都知道我们是我们的甜粉都知道我们是180收的。对，它是可以，嗯，你们晚上睡眠不怎么好的呀？对，可以安神不恼。对，还可以帮我们提高免疫什么什么力，对，直接冲水喝就行了。有。不需要闹开，一个纹身毁了形象，没有纹身，没有啊。你往再往下拉一下，那天是我给他从网上买的贴着玩的，已经去掉了。我从网上给他买了贴着玩的，知道吧？你一个女生怎么可能纹身嘛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？我从网上我让他他不纹，我说你贴他看看，好帅不帅？贴着玩的，已经洗掉了。你看阿姨180已经可以了，180洗个澡就没有了。200嘛，是咯，你买，我还跟你买，我收收两样东西呢，没就你还有两样东西，还有两样，还有这个红旗，还有红旗跟西洋参，对，西洋参是的，我们在云南，这个也可以直接，我的牙齿都可以了，我还有两样东西呢，你200。
少了两百我就有点不想卖了。嗯，少了两百你不有点低于两百就不想卖了。你看我们可是大山上都拿昨天是180一斤瘦的时候，对，我们昨天都是180瘦。你们没去过山上走看我们。阿姨，你听我说，那你们拿到街上一斤能卖多少？嗯，我最少的230嘛。最少都230。昆明的现在也不卖，人家叫我们背着路要走3个小时才到街上。哦，那就来买这菜的那些老板那些。那所以说，阿姨，也不说那一定发生过。所以说，阿姨，你听我说，你走这么久背到山上，背到街上，说实话，卖了好久，你一天能卖多少吗？哎呀，没就说是卖不了多少，我是听说说是你们这点事。所以说你有这个功夫这么辛苦，直接坐在那里都坐半天，还不如全部包圆了，我全部给你包圆了。对，我们180，我全部给你说完，我绝对没有少给你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的价格还是比较了解的，因为他舅舅就是收这个东西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你们吃哈，我那是那样。我刚刚吃了，真的特别好，真的好，确实好。